这个忏悔品啊，第六，哦，十大师啊，见哦广韶济四方四世呢，遍及三宗天法。哦，六祖呢看到呢，哦，这个广州少州啊，哦，治四方，哦，一些呢读书人跟啊平民百姓都呢集中呢在三宗的天法，于是呢僧咒啊告众曰。哦，说来知善之事，此事呢，须从自性中起。哦，这个忏悔呢，要从呢自性中起，以一切死啊，念念自净其心。哦，一切的死啊，我们念念呢自己呀、啊，来清净自己的本心，自修其行，见自己的法身，哦，见呢自心佛，自度。自戒使得呢不假道此、哎、所以啊要呢 自度啊自戒、哦、才不会说那么远的地方到这里来了、哦、都无收获。既从远来一会一迟啊皆共有缘、哦、所以这个缘啊很重要了，要因缘成熟、哦、才会啊、哦、有这个上圣佛法呢、哦、这个传达。那么金可各个啊胡跪，这个胡跪、哦、就是跪一只脚啦、哦、一脚跪、啊、一脚没有跪，那个叫胡跪。